在苗栗造桥有一处长达200公尺的南瓜隧道，种满了多种60种的造型南瓜，而每年的5、6月就进入了南瓜盛产季节，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欣赏。200公尺长的南瓜隧道里，可以看到60多种不同品种南瓜，有金黄、乳白、翠绿色，还有宛如球棒、蛇形等等，让人大开眼界。周末假期吸引许多游客打卡拍照。板桥来呢，很多啊，很忙的啦，多你看那个就像木瓜。接的吧，还有好像丝瓜接的，丝瓜比较细的啊，摆在前面好像做门帘一样。黄丝瓜在第二关，各种彩色的南瓜都在里面，对，了解，让游客有一种寻宝的这种感觉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南瓜品种。苗栗造桥乡号称是南瓜的故乡，今年也因为大雨减产60%以上。它正在开花的时候啊，就是下大雨了啊，所以今年南瓜只收到第一批的瓜哈，跟最后面那一批的瓜，中间结的果几乎都是被雨水打坏掉。另外，在温室种植的超大南瓜也让游客惊艳，纷纷合照。农会特别张贴告示牌，提醒民众不要用手拍打南瓜。南瓜除了供欣赏外，也做成甜点冰淇淋。赏完南瓜，吃一口，冰冰凉凉，大受欢迎。记者彭光许苗栗报道。